现在呢，名字如果不雅，你可以要求改名。不过你知道身份证字号也可以改号吗？不过一生只限改号一次。身份证字号如果是有连续三个四或是谐音不雅，就可以到户籍地的户政事务所要求改号，不过需要经过户政所核准。不过改名又改身份证字号的人，如果认为这样就可以换一个身份，可就大错特错了，户政单位都会留存相关的记录。